各位兄弟姊妹早晨，今日是2月25日，是常年期第七周的星期二。今日亦都请大家为亡者方秀明祈祷。尽堂荣，上主，我今信赖你的爱怜，我心欢愉你的救援，我要向我恩主歌赞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共用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将我们的生活，将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这个弥撒圣祭都交在上主的照顾，特别今天答唱咏都提醒我们，将你的重担交给天主，他一定会扶持你。现在就让我们投奔到天主的怀抱，求祂的垂念。上主，求你垂念。上主，求你垂念。基督，求你垂念。基督，求你垂念。上主，求你垂念。上主，求你垂念。愿全能天主垂念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我们诚心祈祷。全能的天主，祂们使我们时时思念你的美善，以言以行奉行你的旨意。因你的圣子我们主耶稣基督，祂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恭读雅各伯书。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的战争是从哪里来的？争端是从哪里来的？岂不是从你们肢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，若得不到，于是便要凶杀；你们嫉妒，若不能獲得，於是就要爭鬥，起來交戰。你們得不到，是因為你們不求；你們求而不得，是因為你們求的不當，想要浪費在你們的淫樂中。淫亂的人啊，你們不知道，與世俗友好就是與天主為仇嗎？所以誰若願意作世俗的朋友，就成了天主的仇敵。天主以嫉妒愛慕他在我們內所安置的神靈，或者你們以為聖經的這句話是白說的嗎？但他還賜更大的恩寵呢？為此說，天主拒絕驕傲人，卻想賜恩寵於謙遜人。所以你們要服從天主，對抗魔鬼，魔鬼就必逃避你們。你們要親近天主，天主就必親近你們。罪人們，你們務要潔淨你們的手。三心兩意的人，你們務要清潔你們的心，因為你們要感到可憐，要悲哀，要哭泣，讓你們的喜笑變成悲哀，歡樂變成憂愁。你們務要在上主面前自謙自卑，他必要舉揚你們。上主的話。
感謝天主。將你的重擔卸交上主，他必扶持你。將你的重擔卸交上主，他必扶持你。我說，但願我有鴿子般的翅膀，為能飛翔而去棲身安藏。看，我必要逃往遠處，在荒涼的地方暫住。將你的重擔卸交上主，他必扶持你。從速尋找一個避難所，避過這一場瘋狂雨暴。我主，求你分散擾亂他們的語言。將你的重擔卸交上主，他必扶持你。因我在城中只見到鬥爭與紛亂，他們日夜在城牆上巡行。將你的重擔卸交上主，他必扶持你。將你的重擔卸交上主，他必扶持你。他絕對不會讓二人永遠動搖不止。將你的重擔卸交上主，他必扶持你。哈利路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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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亞。我只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來夸耀，因為藉著基督，世界於我已被釘在十字架上了，我於世界也被釘在十字架上了。阿利路亞，阿利路亞，阿利路亞。願主與你們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恭讀聖馬爾谷福音。主願光榮歸於你。這個時候，耶穌和他的門徒起身，經過加利利亞，但是耶穌不願意人知道，因為當時他正在教訓門徒，對他們說，人子將被交於人的手，為人所殺害，被殺之後第三日必要復活。但是門徒不明白這番話，又害怕問他。他們來到各法翁，回到屋企，耶穌就問他們說，你們在路上爭論些什麼呢？他們都沒有出聲，因為他們在路上彼此談論誰個是最大。耶穌坐下，叫那些十二人對他們說，你們當中誰個想做大的，就要做眾人中最小的，並要做眾人的僕役。於是他帶一個小孩子來，放在門徒中間，抱起這個小孩，對他們說，你們誰個因我的名字收留一個這樣的小孩，就是收留我。誰個收留我，並不是收留我，而是收留那位派遣我來的。上主的話，基督，我們讚美你。今天的福音呢，真的替耶穌難過。耶穌在路上呢，教訓門徒，他要死的了，他要被人陷害，被殺。
但啲門徒喺度做緊咩？居然喺度傾，喺度講，喺度討論邊個做老大，爭做老大啊！或者有時我哋都會咁噶。所以我們時刻都要反思。於是耶穌用了一個很實際的方式去教訓那些門徒，帶了一個小孩來跟他們說，你們誰想做大的就做小的吧，要做眾人的僕役啊。其實耶穌說過，我來不是受服侍，而是服侍人，甚至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。這個就是耶穌咯，這個就是我們的主，我們跟隨的，我們都要這樣做。所以做基督徒不是求偉大，不是，是求做僕役，受眾人的僕役，看到人的需要，甚至交出生命。所以耶穌對他們說，十大以小為尊啊，誰願意收留一個這樣的小朋友，就是收留我。他們無能為力，無所依恥，一無所有，你們收留他就是收留我。收留我不是收留我，是收留派遣我來的。那我們都考慮一下，我們日常生活如果有所選擇的時候，我們選擇些什麼？真理患難見真情，日久見人心，無忘初衷啊！當我們獻身事主的時候，我們願意服務誰呢？為什麼天主給我這樣的聖召？我在這個聖召之中，我侍奉天主，我要服務啲乜嘢人呢？係咪最弱小嘅？好似耶穌話：你哋為最小嘅兄弟所做嘅，就係為我而做啦。呢句説話我都要問政府噶，都要問學校，都問所有人，問我自己：我是否真真正正一個基督徒？我做的一切是不是為最弱小的人？在這300億裏面，有多少去到最弱小的人呢？他們無能為力，無以為繼，人人都受苦，人人在這個疫症裏面或多或少都受到衝擊。都有所損傷。但是哪些人是受傷而很難復原的呢？一定是那些無所依恥，無依無靠，甚至是一無所有的窮苦大眾。但是窮苦大眾得到什麼呢？不要以為撐企業就保到授業啊。有老闆都跟我說啊，錢我照收，價呢
他們照放是無薪的，結果真正的利益在哪個人身上呢？你放這麼久無薪的，你自己都會走啦，那他都不用賠償給你啦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倒不如實實際際，不要在個高位上胡思亂想，以為自己好打得，反過來謙抑自下，謙卑一點。如果是防疫，就要好好請教醫護人員，問他們的意見要怎麼做。如果為振興經濟、刺激經濟，就問一下經濟學家、社會學者，不要偏聽，亦都不要有居心去買票買人心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天的雅各伯書講得對，提醒我們這些爭端從哪裡來啊？是不是來自你們肢體裡面那種私欲偏情的鬥爭呢？不要有恨，不要勾你的市民，要報復你的市民啊！你們貪戀得不到就兇殺，你們嫉妒得不到就要鬥爭，你們得不到是因為你們不求，因為你求而不得，是因為你求得不對，你自私，即是為自己的利益要浪費在你們的淫樂當中。淫亂的人啊，與世俗交好就以天主為敵，所以兄弟姊妹小心小心，我們不要做世俗的朋友，因為做世俗的朋友就成為天主的敵人。弟兄姊妹，不是我說的，我是讀緊雅各伯書，聖經講耶穌我們的救主，他說的天主藉著雅各伯書提醒我們，天主幾咁愛咗我哋呢？呢句説話係真噶，唔係白白噶。天主拒絕驕傲人，賜恩寵俾謙卑謙遜嘅人。你哋要服從天主，對抗魔鬼，魔鬼就會逃避你哋。你親近天主，天主就親近你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們做任何決定先到天主面前問天主，你怎麼選擇呢？你要我怎麼選擇呢？我是不是真做老大呢？或者我真是非逆人乃逆於人呢？你們要潔淨你們的手，不要三心兩意，你們要潔淨你們的心，你們要悲哀，要哭泣，因為你要見得到最小的兄弟所受的苦。你們要冒在上主面前，冒腰在上主面前自謙自卑。兄弟姊妹，讓我們祈禱。首先我們自己要這樣，不要緊的，這個世俗的風波總要過去的，總要過去的。要跟答唱詠教會真聰明，讀經之後的答唱詠就是祈禱你的，將你的重擔交給天主，他必要扶持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讓我們在上主的心裏面找到避難所，讓我們的心安穩於天主的愛，避過這場狂風暴雨。答唱詠說的，天主應允。弟兄姊妹，就將我們的重擔交給上主吧，祂必扶持我們，祂絕不會讓義人永遠動搖不止。所以我們扎根於上主，將一切交給天主。
就讓我們獻上這個聖祭，為眾人的和好，為世界的和平，為眾人的得救，兄弟姊妹，我哋祈祷，望全能天主收纳我哋共同献上嘅圣祭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暂起被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上主，我哋为侍奉你举行呢件圣事，愿我哋为光荣你而獻上的禮品帶給我們救恩，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阿們。願主與你們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請舉心向上，我們全心歸向上主。請大家感謝主，我們的天主，這是理所當然的。主聖父，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你以你的仁爱创造了人类，又以你的慈悲，藉你的圣子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救赎宽恕了按公义该罚的万民。慈悲的天主，我们随同天使及圣人歌颂赞美你，不停地欢呼，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，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求你派遣圣神祝圣这些礼品，使成为你的圣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在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在他爱我们到底的时刻，在晚餐中他拿起面饼，感謝讚頌你，將麵餅分開交給他的門徒說，你們大家拿去吃，這個是我的身體，要為你們而犧牲。在晚餐後，他同樣拿起杯，又感謝讚頌你，交給他的門徒說，你們大家拿去喝，這一杯是我的血，是新而永久的盟約的血，要為你們和眾人傾流，以赦免罪惡，你們要這樣做為紀念我。信德的奧跡
主啊，我们纪念你的死亡，庆祝你光荣复活，期待你光荣再来。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献上这个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。我们感谢你召叫我们在你台前侍奉你，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、圣血之后，因圣神合而为一。所以上主，他们记得你普世的教会，我们的教宗主教，全体圣职人员，以及你救赎的我们每位弟兄姊妹，叫我们在信德、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他们记得我们已亡的亲友恩人和所有的亡者，主，他们赐所有的亡者安息在基督怀中，得见你圣容的光辉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和精荣福玛利亚、圣母的敬佩、圣约瑟、诸圣宗徒，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、圣邦祭国、圣雷明道和他的同伴，以及各位圣人，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时时处处藉着你的圣子，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你、赞美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愿一切崇敬与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，在基督内并在圣神的团结中永归于你，世世无穷。Amen。 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救我们免陷诱惑和凶恶，求你大发慈悲，救我们脱免罪过，并在一切困扰中安然无恙，能够虔诚生活，期待永生的幸福，我们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，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应许过将平安留给我们，将你的平安赐给你的门徒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，使你的教会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你的平安团结。你是天主，你永生永旺。Amen。 愿主的平安时常与你们同在，有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互祝基督的平安。除免世罪的天主高人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高人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高人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除免世罪者，请看召叫我们非义人乃义于人的耶稣基督，蒙召你父圣念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感激是你到我心里来，只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
令主榮。主，我信你就是麥西亞天主子。請大家祈禱。全能的天主，你以聖體奧跡賜給我們得救的保證，求你使我們獲得救恩的實效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我们诚心求天主给我们，这个疫症早日过去，特别教友你们在网上看弥撒参与弥撒，珍惜这个机会，好好将这个时刻变成一个备证，来不到圣堂或者冇離煞都唔好躲難，反嚟善用呢個機會去增進自己同天主嘅關係，爭取自己嘅靈修嘅時間，睇聖經，睇翻離煞經，同屋企人多啲一齊祈禱啦。天主，你是仁慈的，我們為疫症的傳播感到憂心難過，求你幫助病人早日康復，並賜力量給醫護人員，求你增強我們的信心，並使眾人同心協力防範並克服疫症，求你賜我們悔改，汲取教訓，保護生態環境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求天主降福，聖體保存在聖體櫃，是送給病人，都為病人祈禱。願主與你們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願全能天主、聖父、聖子、聖神降福你哋，利沙禮成，感謝天主，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，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，天主聖母瑪利亞，求你現在和我們臨終時，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，阿們。